啊，我们请刘同牧师。啊，下一位是林国亮牧师，请准备。林国亮牧师有一个专题的讲员，啊，里面的东西是一样，我们都不再打开，好不好？那下一位是林慧中牧师，请准备。谢谢。好，林慧中牧师，好，下一位是吴克定牧师，也请您准备。好，谢谢林慧中牧师。谢谢周克定牧师。谢谢周建新牧师。林永南牧师，啊，我们请下一位啊，江冠明牧师也请您准备来前面啊。谢谢林永南牧师。请你们上来也是好，来，非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忙，才能够让我们一起来办公。李彦光牧师。非常谢谢，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第六届泛美华服宣教大会我们的财务报告。好，那这次呢，我们总共有185名我们就是报名全时间来参加的。那我们全部的总收入就是连报名费以及我们摊位的收入，全部的金额。折成巴币是225726给澳，就是巴币。那我们全部的开销呢？我们大约算一下哈，因为有的就只是抓一个大概，还没有很大的明细，大约是203100块。所以我们到目前我们有余22626块。那就是我们昨天有开一个会，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中南美洲，我们要成立一个华服的联会，所以我们决定说，就是把这一次大会的余额，就是22626元，把它转入成为中南美洲华服联会的一个基金，好，这一个简单的跟大家报告。那之后我们会将详细的账做完之后，我们会传给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华服的董事长们来过目。好 ，OK， 那我接下来一点几项事情简单的报告要接大家来参加这个会，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件大事，可是要送大家回去是一件更重大的事情。所以明天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哈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麻烦您就可以将你的行李大概整理一下哈。那我们明天的整个的节目呢，我们会缩短哈，我们会把各区域事工
探讨和计划这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缩短，所以我们希望说全部的闭会礼拜跟圣餐呢，我们在12点以前，我们都希望一定能够结束。好，那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将你的行李都准备好。那退房的时候呢，请您要注意，你是否有在这边用饮料哦？像我们有这个房卡，那有时候我们有要买什么东西的饮料的话，他跟你登记了哦，你有特别的个人的费用的话，麻烦你做签到的时候就麻烦自己付掉哦，不然都会算到陈浩生律师的账。那我们回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名牌哦，我们的里面这个大会里面的名字你可以留下。那外面这个塑胶的部分呢，我们在出口的地方会有两位同工麻烦你就将这个名牌交给他们。好，明天我们会有三台的大巴。好，第一台的大巴呢，从我们的Odell会直接到瓦卢纽的机场。好，那请明天无论你是中午或者是晚上晚上就是没有要去吃烤肉的那一批人不好意思，就是你们。我们就只有这台大巴，好，这台大巴呢，就是会带我们直接到机场。好，那希望你们就是你们要吃午餐之前就把行李就可以放上去，因为这台大巴12点钟以前就会放在我们的前面，所以将你的行李都放好之后，我们希望这台大巴1点或者最晚1点10分我们就要出发，因为有人是3点多的飞机啊，那就希望这台大巴就直接到那边。那如果你是晚上8、9点的，就希望你好好的在那个机场里面可以好好的走动和好好的做运动啊。那这台大巴呢，有30几个人，所以住在圣保罗的人哈，你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坐这台大巴，它只会经过机场，会停在第二航厦，因为有很多是要去纽约或者是要去桥头的他们设在第二航厦，所以我们在第二航厦的地方有同工会跟你说。你的班机是在往哪边走？那我们要回美国或者是加拿大，要走到第三航厦，好，那是有一点距离，可是因为你们时间很多，好，所以你们可以慢慢走，可以慢慢走。所以我们的大巴会停在第二航厦，好，让那个赶时间的他们就不用走太远，好，那因为你们既然要逛机场，就可以从第二航厦换到第三航厦去，好。那 B 车的呢？B 车跟 C 车，我们最后的终点站都是在尼 K 哈。那为了方便的话哈，我想 B 车的人，我们就是你住在尼 K 这个旅馆的人，我们就坐 B 车；住在万里的，我们就坐 C 车。那我们有十几个同工是半夜吃完烤肉才要去机场的，你就随便选，好，你就随便选。可是，一到尼 K 的时候，麻烦你把你的行李都卸下来。因为我们那边有在租一部的小巴，好，所以你们我们5点钟有一个华福特会，所以4点半这一台小巴会在那边等我们，所以我们要吃完烤肉要去机场的，就记得把你的行李都拿下来。那4点半的时候有这台小巴，你就把你的行李都放上去。所以4点半的时候，无论你是住我掉尼 K 或者是万里。因为万里前面没有办法停巴士，好，所以我们都只有停在尼 K， 两间的 hotel 相离大概200公尺，好，所以说我们4点半的时候会有一台大巴跟一台小巴，那接我们大家一起去参加5点在圣保罗教会的华福特会，就是我们的手册的后面哈，我们有2晚的华福特会，那么我们明天5点开始聚会，聚会完我们的聚会应该是7点钟以前会结束。7点钟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在哪里下车，我们就在哪里上车，好，我们就一起去吃烤肉。那吃完烤肉了之后呢，要去机场的人，请你记得坐小巴，因为这台的小巴会从烤肉店直接去机场，好。那其他的人呢，我们就从烤肉店回hotel，那我们还会准备几辆的同工们的小车在那边帮忙载，好。帮忙再回来，好。那大会负责的送就只有到明天，好。所以礼拜天要回去的丢有几位的吗？就麻烦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因为在hotel的你们订的hotel都会有计程车在前面，那你只要跟他讲一下，他就可以将你们送到那个机场去，好。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吃饭哈。